鲑鱼好像进阶的比较甜。哎，老外，鲑鱼我只会半两，啊，两尾就轻，哦，再轻，尾就轻了。这样比较甜。哎，老板，那有排价？排价没有啊，人家看到就自己在那边。这套利啊？哎呀，两条五八六。哦，好。排价那边？没有，差不多差不多在那。八七三了，八七三。今天不报锅了。看点买菜，你就买菜的啊？不看电影啊？不看电影。菜姐，我买来的嘛的。大陆不是不有那么切的？沙发呀，那我跟妹妹要一个菜。你妹妹了，我昨天来给你买。哎，你不会的啊？你不会的啊？你不会？你起码你有那么会切鸟啊？哎，这啥子啊？可以成长啊！伊这石斑，也叫，对啊，整只都比人种的好。伊这石斑甲迄计价同款的嘛？无啊，你三块五八。哎，阿黑，对哦，五八的。他今天有来，没托班啊？他今天有来跟狮子头。四块六五八的。儿子不卖，儿子不卖，但是他要卖，有来跟狮子头。两号啊，两号啊，哎，两号是不买过两号嘛？阿姐买了多少钱？对，这是龙虎啊，那个好像石斑。那个会煮饭，不二只香哦，不二只香差不多啦，我差不多啦，要边头上咧，你加鸡肉佢几出头咧，用我不急用单咧，系得了。一只嘅差不多啊，啊就是看一间虎那个虎的文章，虎的文，你今年讲就好，加迄石斑只嘅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系啊。唔知加两声，唔知加两声啊。唔知几搞笑啊！你计，系喎，我嚟咯。呢条，哎呀，第二方面哦，冇嘢，总之，不断见啊，不断见你啊，上下班你搞掂，不断上下班你。二零一的吧，二零一导出像哎，可是也跳不跳黑？这平平还有点啊？我猜。哈哈哈！老板，这跳还有点呀？对啊。啊，有成条无？你另外钓点台鱼钓点？无啊，无得鱼啊。啊，这鱼啊，钓你钓你，我给你钓出来啊。我不得鱼啦。哎呀，啊，主要是，这五百啦，五百，青山就是下无的饲料啊。你系，你青山嘛？这面，白做青嘛？青来，青来。然后八八米啊，对吧？对了，对。几百哦。来。加鲑鱼。回家回家，那怎么办？我就没办法。拜拜。你还没睡吧？对不对？老板。你竟然还没睡，你不可能这么，你不可能有睡，然后这个时间来，因为这个时间来你要5点就起床，怎么可能？你又不是这种生活的人。
我现在还没睡，等一下回去弄一弄，大概可能八点多睡吧。嗯，差不多。对不对？嗯、然后睡到下午一点。嗯，差不多这样嘛。嗯好，中餐就不用吃了嘛。对，你就知道，那等一下回去你会吃个早餐，对不对？肯定不知道，有时候就不吃了。肯定就直接睡觉了。因为吃了以后有可能比较睡不好，嗯、对不对？就可能滑个手机滑到睡着啊。大家都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就滑到睡着啊。该刷油，该刷油，肯定就这样子。该刷油，我给你啊。这个是上次他们有，他们就是开始比较不错的味道，比较省点。哦，那个会很快，很久的味道。就是比较没有口感比较不错的那个，那个快点吃的出来。没有地主我觉得不大。我觉得他们制作时间是比较长，对吧？那也是比较小。哎，这个是八吧，要不要？这虾子不是额外的，对不对？很大，很大，我一百哦，这个，大很肥的，我两百上多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那就二十啊，就二五啊。哦哦。最近那个一口气大概一斤多，一斤半。还有他们吃那个。哦，是我觉得太不用上菜了，好用上菜用啊，不好用。对啊，我觉得回去吃起来，有它的味道在就 OK 了。所以那个就很差呢，不怎么样。而且那个肉吃起来不是暖暖吗？五百六来斤。这个入门没砸，入门砸。雷军怎么了？郭明达。他本色怎么发的？很大。他比郭大。OK。对啊，今天有 Olen。又早。现在在照你耶，照啊！现在照你耶，这么努力哦。有人说，为什么你越来越高，肚子越来越大？有吗？有没有？说你越来越高，为什么肚子越来越大？你哥越来越瘦，对不对？他都不吃，对不对？都给你吃，对不对？他是吃到一半，拿这个给你吃，他不吃了。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，对不对？干嘛不吃东西吗？飞利浦猫早安。头发好白哦。哦，这几尾钱好啦，我把你个袂好，因将这几尾个土地，这几尾土地爱买钱太好啦。哦。几土地这？那地五百呀，剩下四地五百，剩下只剩十八地，啊，你只剩十四地，所以个土地咧，哎嘿，同样款啦，十四地尔，还八地，那十四地十八地，你买千块是当地五百，你千块七地啊。哦。哦。啊，贵啊，四五百。来，啊，好了，有啊。哎，好嘴香，他们。可以，你不一定要跟这个东西去。对，要专业度。对，这个到底做那个什么面啊？其他都是拿豆腐，其他都是拿豆腐啊。是的。所以每家店用的东西都是不一样。对。我基本的汤底那个。汤底。
有那个机器机啊，有什么？那地方是乱来，那你怎么加这么多钱？我就看吧。对，我会想加盟啊，主要是哪方面的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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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我知道，我说今天下午啊，我要四点要聊天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也是晚上知道，我们中午不会去考虑的。中午不会去，我们也是晚上。中午应该都是上班族吧？不一定。还有学生。我们也是晚上吃，中午他也不吃啊，我们老婆。我们都晚上吃。那我爸呢？我们做那个，他老板娘就说：“这个又打，哦，那个又打，一定的，很恐怖啊！而且应该今年七月以后过年，然后你那个后座又不能夹，对啊，要固定的。你们那都加满了，不能夹，今年只能夹一两次而已，很恐怖啊，那个。”这边窄一点，然后另一边窄一点，然后瓦斯又窄一点，然后这一个因为原物料很多，这个原物料又窄一点，这个又窄一点，怎么再捏一点，捏一点，捏一点，那也就只能用料的时候在那边窄，你又不会用太烂，用太烂吃下去可能就知道了，那个明显。哎，部长。杨梅要去大园 ，OK 啊，大园希望今天可以早一点结束。这么早了吗？这个通常要到七，通常要到七点半以后，而且每次都状况不一样，有时候七点就到，还有时候到八点半。礼拜三比较固定，然后礼拜六比较简单，礼拜六这样。有了，有。礼拜六这个时间大概会二三十个。礼拜三就上班。礼拜六那个。礼拜六因为大家不用上班，就会在这个时间就会。对。我都懒得来了。礼拜六你懒得起，我知道啊。你那边几点才会用？我看你那礼拜五是不是想起啊？不太想起。买到我想买的不可以。想不到就算了，没办法。因为鲑鱼接下来会很缺，他不是收了吧？跨年没办法。他不缺的原因是因为他整只卖比较好卖，因为他缺的话懒得零散都很难卖，因为零散的话客人会在那边倒口，那客人会跟他上，然后那就对。三百跟五百，你晚上不睡觉，这个在打麻将还是只有滑手机？今天打麻将，不打麻将，没有，没有，是今天的啊？昨天打，昨天打麻将，有没有滑手机？有人找你就对了，昨天滑手机了，昨天打麻将。有卡啊，很多，就是看你要不要去而已，对不对？有卡。要听人话呀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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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
300块八条的白带，一条三百块，十条白带鱼。他刚才应该拿20条白带给你哦。怎么卖？每斤你回去算一下，可能你拿到20条白带喽。快 ，OK。500。贵啊，就讲，啊，你就是用贵啊，嘛，物件够贵啊。哈哈，起码黑鸭要求贵呢，拜托。鱼也是挺小的哦。起码黑鸭要求贵呢。早安，哦，这么早就来了。就是这么早就来了。是你的。我看你拿什么？哇，你我今日炸蛋，我靠，炸蛋有来哦。对。然后我先去后边，我先吃那个鸡。等一下再吃，我先拿那个早餐吃。我要买手脚卷的。好。200牛，你帮我留。你要请谁老师啊？朱雀明天要煮粥的布拉鱼，好，公园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。你好像交代过好几个礼拜了，他上礼拜他也没带，对不对？因为上礼拜我没有去公园。这是同屋犬，对不对？你还是偷犬，同犬。偷家犬。哦，偷家犬。我现在两个礼拜都没买。没买到就对了。那礼拜六，礼拜天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他说他要过来啊。我觉得。哇，你等啊！好啦，我要等看你一下啊。拜三来水茶呗，啊拜三。拜三看我贵姐，今天拜三。上礼拜三有买到吗？上礼拜三没有。礼拜六也没有。所以我就买了加减。哦。那个竹卷，那个你那个竹美那一种小的布拉鱼哦，看我做尽量了，不一定有，你应该知道。都买到了，你没有记下来，有可能回去再发现怎么没买到。今天大家都帮忙拿要的吗？老板帮忙，他要准备下水了，其他是你要管的。你选之前会买鳕鱼啊？今天还有些，哦，是就是买一千的。可是你买大概就是这些啊，鳕鱼、鳜鱼啊，对吧？你大概就这些啊。没有鳜鱼先了，再见。应该就这样了，你没有？我记得你的装机很固定，对吧？拜拜，谢谢啊。顺利找。啊，一拜二的不？哈哈哈！你不会变啊？七十八。哇，没七我来去。我不会啊，你去小城，然后大家摸下来呀，大家摸下来不摸，搞不定，七十八，不灵啊。那怎么也困啊？